在关键的时刻为您的免疫系统提供支持是很重要的。 Fortress 的研发是为提供关键成分，从而为人体免疫机制提供支持。服用 Fortress 时建议每12小时服用1至2粒胶囊。为了获得最佳效果，这些胶囊最好在早餐后和晚餐后服用。 Fortress 开瓶后不需冷藏，但我们建议将此产品保存在阴凉干燥的地方，例如橱柜或食物储藏室。如需进一步了解 Fortress 和其他 New You Life 产品，请浏览 www.newyoulife.com。